喂，大妹，你而家可唔可以帮我哋解决翻佢而家喺度做紧啲乜嘢咧？哦，呢道菜叫做三杯鸡炆米。所谓三杯，其实系指豉油、麻油、米酒各一杯，用豉油入味，麻油提香，然后将鸡件同姜、葱、蒜、老镬爆香，倒入砂煲，再落埋米粉同九层塔。九层塔到。诶，呢啲系啊？吓？呢啲系九层塔？嗯。咁杯米酒咧？诶，呢下先系最关键咧。你睇下，将米酒沿住煲盖嘅周围量一个圈，等佢渗入煲入面，跟住用毛巾封边，混住啲蒸汽，米酒遇到高温会蒸发，将鸡肉、米粉、九层塔嘅味道融合埋一齐，嗰阵味正到爆！哇，佢个 pose 系咪练咗几日噶啦？三日，系咪好香咧？嗯，好香。